欢迎大家光临今日的盛会，由曙光计划主办，举光文化服务基金协办，龙年新春行大运，电单车慈善之旅现在开始。有请我哋今日嘅主持简千千小姐。首先有请七仙羽师傅、举光文化服务基金曾醒明先生、Decathy Hong Kong Marco、Decathy Owners Club Hong Kong Isaac、BMW Motowa鄭家榮先生、BMW Motowa Owners Hong Kong 鄧哲雄先生、Indian Motorcycle Hong Kong 吳尚義先生、北河同行明哥、香港單親協會余秀珠 BBS MHJP、 喵方葉文琪先生、離島婦聯陳永祥先生、Goodbye Limited 張旭明先生、沖頻道黃家賢社長、啟盛管理服務有限公司黃偉祥先生、星眼戰隊、屯門求錦秋中學助理校長吳家和、資深藝人鄧宇超先生，有請咁多位。咁啊，接下落嚟咧，我哋呢一個儀式咧就係、是。邀请嘉宾手持一个红丝带啦，好啦，我哋全场一齐数啦，好不好啊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百佳，祝愿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千事顺心。咁啊，现在有请主办机构曙光计划啦，阿威文主席就接受善款嘅。首先咧就有请杜卡迪香港 Marco， 好，你哋影出场先。現在有請寶馬香港鄭家榮先生，有請吳先生，善款支票馬上送到，多謝你哋嘅善心、愛心同埋善款嘅。財神都，財神都，多謝曬咁多位善長鼎力支持，你有前途，一齊唱啦！福慶身世，喜氣盈盈，齊和你多福音，壯健強勁，又祝你今年健康榮升，朝晚多多歡笑。
可以行。